我跟你们说，以后这剩下的饺子皮可千万别再扔了。学会这个新做法，做一次一个月不早起，早上只需要5分钟就搞定，特别适合懒得起床又想多睡一会儿的朋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1000森林求关注。首先准备隔夜吃剩的饺子皮，2到10张为一摞，擀圆备用。2块钱的猪前腿肉剁成肉馅备用。1把小香葱切成漂亮迷人的葱花，1小块生姜先切成薄片，之后切成姜末备用。接下来开始调馅，1颗新鲜的母鸡蛋，1勺食盐，1/2勺五香粉，适量的松鲜鲜替代鸡粉，1点生抽，多一些的料油，最后来上你谨记的蚝油提鲜，放上姜末、葱花，朝着太阳的方向搅拌均匀，这样拌好的肉馅鲜嫩又多汁。饺子皮上放上适量的肉馅，摊平，边缘抹上一些清水，盖上饺子皮，捏紧实。面饼铛提前预热，放上少许食用油，涂抹均匀。这是我晚上提前做好的，早上起来只需要简单的称一称，就会非常薄透。平时周末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，放在冰箱冷冻保存，早上起来无需解冻，直接放入电饼铛中。饼子特别薄，熟的速度也非常快，1分钟1张，烙至两面金黄就熟透了。用吃剩的饺子皮来做香河肉饼，简单又快速，做一次一个月不早起，特别适合家里有孩子或者是上班的朋友。肉馅多汁，葱香味浓郁，搭配上牛奶和鸡蛋，就是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餐。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，我们下期见。